这个富二代啊，富二代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迷人呢？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好的富二代，而不是找到一个空壳子虚富二代呢？来，我们听听醋溜族怎么说。天啊，今天晚上真的很没局耶！你看，我们都从晚上十点在这边待到三点了，还没有把到任何的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PM 十到 AM 三吗？对 ，PM 十到 AM 三这段时间你会发生的事情呢，都可以在 MTV 音乐频道呢，从8月11号开始，每礼拜六的晚上8点就可以看到这个微影集，非常非常的好看。啊，我们在很写实哦。我们在夜店里面聊这个吗？哦，就是我觉得那个戏。哎，小姐，哎，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怎么又是你们？哎，一杯酒喝十、十一、一、二、三，喝五个小时，好厉害哦！其实我们有喝两杯，两杯。什么？你怎么搞的？哎，你刚刚前面不是有牙齿，怎么你里面两颗牙齿又不见了？啊，老娘是不能装假牙哦！啊，假牙去哪里了？哦，我跟你说，刚刚有个富二代请我们喝十杯 shot 啦。啊，我不知道喝到哪一杯就把牙齿吞进。是这样吗？我刚才在 room meeting 的安管朋友打电话给我讲说，有一个虾妹穿红色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套装哈，还有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发箍哦，刚才喝醉了在马桶那边哦吐，然后结果不小心把那个假牙吐到马桶里面还拿不出来，该不会就是你吧？怎么可能呢？从来没有去 room meeting 的，在楼上对不对？我妹怎么知道不知道呢？真的是很糟糕哎，你们，我看，嗯，你们很糟糕。哎，等一下，讲那么多，你们两个现在还在凌晨三点，是不是想等妹子捡尸体啊？哎呀，我去你们干脆这个时间哈，是披点报纸来卖，还是要去送羊奶，还比较意义的。你还讲我们？你们还不是一直在那边等，有没有？等那个富二代，然后传 APP 给你们，然后约你们，还不是等不到？对啊，一定是没有局了，最后才又绕回这个烂店啊，对不对？等一下，富二代有什么不好？你看有跑车接送，多好。对啊，吃饭还不用钱，有宝马在，谁想要辆铁马在啊？黑们，你们看一看这几天的新闻报纸好不好？你们这样跟富二代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到最后搞不好只变成硬碟里面的其中 A 到 Z 的一个名字。而且你们要是没有名堂哈，搞不好是素人的话，连 A 到 Z 都还排不上了，就是被人家是硬碟删掉了啦。哦，硬碟，人家还买得起硬碟，你们两个根本硬不起来嘞。怎么样？什么开口闭口就买得起买不起？奇怪，你为什么开口闭口都是钱呢？我跟你讲，不好意思，帮我消音一下哈。你他逼的根本就是他们是为了钱。你想干嘛啦？你叫什么名字啦？我叫巧巧啦。娜。巧巧。怎样？我叫 Lady， 你也可以叫我嘎嘎啦。奇怪，我怎么这边砰砰跳，怪怪的。我也乐乐的啦。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的哦。那我觉得你其实长得蛮可爱的。哎呦，很多人这样说啦。是哦，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灯光清幽，看你好可爱，不然我们回家啦。好啊，好来了。可是我先跟你讲，我很穷哦，我只是一个帮人家开车的司机，我不是富二代。哦，没关系啦，你不知道有个艺人叫小优的吗？他前男友在洗车厂工作，他也帮他洗车嘞。哦，你那么吃苦哦，奶茶后董不要得意，来，讨厌的。过来啦！不是你是谁？快点啦！我跟你说，我姐姐家今天有局啊，送我回家。啊，你家去哪？哦，你刚刚有没有在注意Listen哈？我家就在天府，就是芝山站啊。哦，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中一富江北楼旗岩旗立安石牌坪的芝山市民健谈堂。对不起，被到健谈过了，对不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啦。好啦，我老实跟你说啦。其实哦，你刚刚第一次在被捷运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就热热的，就有点兴奋呢。那怎么办？啊，不然这样好了，你送我回我的老家，我老家在新店呢。在新店？对了，那我可以陪你从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中义复兴安北投旗岩旗里岸石牌坪的芝山市林建南元山平原西路双连中山。我们六
完美的结局，那你做个 ending 啊。跟各位讲一下，男生女生们哦，今天就是礼拜五的，如果要出去夜店玩，要小心一点啦哈。啊，女生不要太好高骛远，啊，男生不要心存歹念。去夜店玩，交交朋友可以，不要眼睛里面尽是看到人家富二代，到时候人财两失，这样不是很划不来吗？谢谢大家。而且待会人家正在送你回去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到底是送你回老家呢，还是回姥姥家？要问清楚，两个地方好像都不太好，大家注意一下，就回家就好，不用回老家，也不用回姥姥家。来进广告，马上回来。结论交给玉林哥了。想不到每次我来的时候都是做结论，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要介绍，我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再进来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也蛮适合的。没有，一开始还是要介绍一下，还是要介绍一下，我就可以先走，就对。因为我们节目薪水分前半段跟后半段。对。其实我觉得像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哦，我觉得谈钱真的伤感情啊，但是啊谈感情呢又伤钱。不过呢，这富二代里面呢什么都没有，他们有的啊就是钱，所以他们业界里面呢就一直千金，所以他们就可以拔到很多的千金，所以这个事情这感觉还不错，就是因为。富二代真的很有钱的，不过呢，这次的事件发生的这么多，很多人讲为什么女明星不能够群起起来，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一锅粥里面的老鼠把它抠出来呢？我用一个动作，抠出来之后这一锅粥还是挂掉。对，所以我只能用一个动作让大家猜一句成语，就是当我们在拍手的时候，请问猜一句成语叫做一个拍掌拍不响，两个铜板响叮当。谢谢大家，谢谢。但这个最后的这个寓意呢？我还是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男生终于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哦，是这样子。所以但是重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女性同胞哦，要小心一点，慎选你的伴侣哈。好了，那个 Have a nice weekend， 大家都要平安哦，下周见，拜拜。